Dexto 浮思不觉，领犬猿心碎。堕海失踪三日，终于找回 Dexto， 可惜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领犬猿阿基赶到嚟，见到 Dexto 的最后一面，心都碎埋。星期五朝近八点，有市民在北角消防局对开海面发现狗尸，由水经捞起之后送回去西湾河水经基地，再凭住颈箍和晶片确认就是在星期二朝八点几由休班的阿基带出北角警署的 Dexto。 当日他们行到去海裕街宠物公园，点知十几分钟 Dexto 就不见了，而公园隔离的地盘空地铁丝网就发现个大窿，怀疑他是由这里堕海失踪。Dexto 的尸体之后会送去北区警犬队总部剖尸以确定死因。好内疚的阿基事后都请了几日假，亦都申请拎走 Dexto 的骨灰安葬。而近年发生多宗关于马连内犬事故，警犬队的高层亦都话要拜拜关二哥，求个安心。